所以今天是出国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俊熙，你是大金灿呐。Hello。我们现在要来去出国。你们知道去哪里吗？去北海道。第一天就是滑雪哦。耶、yeah。好，继续吧，等下撕掉了。嗨，白发魔女。那现在第一个点是哪里？五什么？对不起啊。五林锅。五林，下面包。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小心搁浅的企鹅。搁浅的企鹅们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还黑黑的，雪人完成。哈哈这个速度比较快，这个比较慢一点，比较安全一点。快走嘞！好，脚放下来，脚放下来，林欣。不过他好像不会调姿势，怎么办？我要速度要帮我打哦。好，有力推，姐姐加油！没有人推得动你啊，你太大只了。在冰上钓鱼，然后它一个篮子一个篮子，那边可以给你坐着，然后前面都有一颗洞，然后在那边钓。好，阿给这个老板。如果你看到里面有，比如说我们这边在洞，这边钓鱼，这边在洞的，你要一二三，或者这样左右两边在洞的时候，你要等于说应该是撞的，你走吗？走，走。OK。Okay。哦、谢谢。可以换别的吗？不会，好不好？是你不会掉，你不能这样子想。说不定等下就中。哎，又钓到一只了耶！又钓到一只啊！哎，好大只哦！没有，你下。还是跟佩婉一样的。哎呀呀呀！第三个，第三个了。秒十秒，然后再拉起来。然后拿起来看。没有，再下去一次。在北海道的洞爷湖，这是他们的灯节季，我们来进去看吧，看好漂亮的灯的工厂。他们对玩雪比较有兴趣。对，很漂亮，而且还有像一个小星星的那个。继续往上走，好漂亮哦，蛮漂亮的，你看这样看下去好美哦。好大的光之走廊哦。在灯节的。迪克斯海洋公园，我们跳进去哦，里面有会走路的企鹅。来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，看一下。
要摸就好了，不要把它拿出来哦。你看这边还有海胆呢。我记得我之前去韩国那个水产店门口被红领亲了一下。我不敢摸。你们不要听听看。不敢摸。摸不到哎。好摸。摸不到，太深了。不，差点连人进去耶。北海道限定的品客 L I F， 我第一次看到海牛有布哦，好帅哦，这是枕头，如果它是另外一个颜色就更漂亮了。这边有一个珍珠罐，它里面有一个贝壳，你可以从那个贝壳撬开，因为它是背面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多大。对，它上面有范例耶。而且它每个珍珠的意思不一样哦，你挖到的珍珠的颜色不同，它代表的意思不同。我们之前在别的水族馆。去参观酒厂，这家是 Nika Whisky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喝醉吗？可以啊，反正有游览车可以载你。真六的酒厂，它旁边可以参观。那我们继续吃早饭。小朋友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啊。对啊，来这边根本是来玩雪的。真的。雪人，介绍一下。我们的雪人戴了帽子、两个眼睛，还有一个鼻子、一个围巾，然后两只手。好，就定位，我们来拍照。来拍合照。这个是苹果酒，女生的最爱。我们来看看女生介绍的苹果酒跟男生有什么不一样。好香哦，而且它有一点点甜甜的，很好喝。妹妹来闻，我用闻的，用闻的，你不能喝。没有没有，用闻的不能喝。所以你闻结果怎么样？那种感觉有，还是有酒味就对了。请问一下，少了一个人呢？你是亚米啊？今天威士忌酒厂好不好玩？我是亚米妈妈。好玩吗？好玩，而且我们还买了巧克力。好啦，我们回去了，去车上了哈，走走走走走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我们现在在小樽运河这里哦，我们要去北一哨子馆，最美的小樽街道。不过今天人超多的哦，晚上才美呢。对啊，我们在左边哦。不是，真的很滑。好好笑。啊，这可能是我看过最大的雪人的，超级大的。二号馆，进去不用钱呢。很乐器。这我们在那个台南的奇美博物馆有看到，它会播放音乐的。连这种超级古董直接摆设，这家店超有钱的。这就是那个可以自动播放音乐的机器，那边还有那个转盘的那一种。它这边超级多的，噔噔噔，它中间这个应该也是音乐盒，你们会觉得很恐怖？对啊，这是莫扎特吗？还是小男孩？又飘雪了啊！这应该是他们这边的杂货店了。林心凌听雨，这里有宝可梦的娃娃，而且超多的，一人选一只，你们要哪一只？你要这个啊？好可爱耶！姐姐呢？这个叫什么龙？我忘记了。迷你龙。迷你龙。迷你龙。漂亮的小樽又开始下起了大雪。好大。
看我身上原本应该是雪花，现在是变一颗一颗的球，超多的。听说今天晚上天气会更恶劣哦，明天会下大暴暴风雪，很多雪人啊，就每家店门口都有。天住的温泉饭店里面有电动游乐场，这是饭店的游乐场哦。进去玩吗？所以说，开始。哦，差一点就被偷袭成功了，飞翻了。加油！好，一比一平手。大家都瞄准。好紧张哦！现在目前是一比一平手，还剩下38秒进攻时间。其实啊，进去了。下面要来玩太古达人，这里也有。三井奥莱 shopping day， 三井奥莱，还有 Hello Kitty 集印章的耶，救命！又开始到了寻找的时间。好，我们来找 Hello Kitty 在水族馆那里的布丁狗。布丁狗，布丁狗全家福。戴眼镜，哎，眼镜的布丁狗在哪？怎么还没找到游乐场？没有，奇怪。那这三点二六好像大部分都是那个卖商品的，衣服啊、包包啊，卖名牌的。对，还有鞋子。就我们只有玩扭蛋而已啊。伸进去。哎，一二三。彩虹小马的。独角兽的啦。哦，是独角兽的，还蛮漂亮的。有没有想到这一双？而且这样防水哦，穿在鞋子脚上是怎样？有点亮亮的呢。这就是我们这次在三井奥莱 shopping 的。哇，一袋一袋又一袋。这边就是李小璐，这边是五号，一整条都很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边逛街喽。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啊？北海道最好逛街的就是这一条，他们要装的也是在这一条。这一家是哦，企鹅的店，基安的殿堂，里面什么都有，我们进去逛。哎，这里真的有卖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。哎呀！我们来拍轻轨系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要拍傻豆节吗？哎，亚米妈妈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拍照，我们要坐缆车。美美这边买一个小天使。哦，在天使后面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坐空中缆车了，准备要拍照喽！一二三。要上去了，要上去了，好特别哦，在大楼上面。哇，怎么样，妹妹的手套？如果说真的，有一件事情，它玻璃超干净的，连那个几乎是没有一点污垢，然后也没有铁丝网什么的，等下应该很美哦。那里就是。你们看到那个两栋房大楼中间有一条，它身上还有亮灯哎。每一家的屋顶都是白色的。我们来现在来到了最高点，就是札幌这个摩天轮的最高点了。呜、好恐怖哦！看看，好高，真的好高。好漂亮哦！觉得这一次的北海道之旅怎么样？嗯，很悠闲啊，很好玩啊，很好玩，超好玩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两天还有什么行程？接下来我们要往函馆回去，玩着回去，然后去修道院吃
冰淇淋，冰淇淋。然后要看韩馆夜景，不知道夜景还有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漂亮。对呀。然后再回去韩馆市，听说要去鱼市哦，要去他们的鱼市场。哦，那我要买一些帝王蟹回去吃。有啊。好，期待明天喽。嗯，拜。洞爷湖，真的是非常大的湖哦，它是不会结冰的哦，不管再怎么冷都不会结冰。这边很冷哦。而且它中间有一个中岛，所以你们看到那边有船，它可以搭船过去那个岛上，然后再搭船。哇！然后我去旁边玩水。不要打我，妹妹，我是。洞爷湖好玩吗？好玩。小朋友都在玩雪呢。任何一个无聊的风景区，只要有雪就行了，小朋友就可以玩得很开心。嗯，好。对，也现在在昭和新山，旁边就是活火山喽。然后非常大的火山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旁边的熊牧场去喂熊，走吧。如果一个滑板就是四个滑板，不会吧？哈哈哈！哎呀哎呀！注意，熊牧好可爱哦。小熊出没，注意，就他嘞，他翻过来看你嘞，有没有？不要丢那么准，他是会用手接吗？只是用嘴巴接。好了，接了。耶！再一颗。给丢了。这就是熊牧场这边特有，就是你可以喂熊吃水果或饼干哦。他们超厉害的，而且好辛苦哦。没有吗？没有啦。走，拜拜。那去女子修道院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双麒麟。走。修道院是法国传来的哦。你要走下来的话，你不要说他说我可以拍照，我可以拍照吗？他不会理你哦，懂意思吗？你要拍你，你就跟着他走，懂？你懂意思吗？因为呢，修道院他其实就是进来走走参观这样子。这听说是第一批那个修女他们盖的房子。那我们接下来参观参观，然后等一下去外面吃冰淇淋，两个气氛。对，然后我还要那个牛奶，有另一组一级。所以其实大家觉得亚米妈会讲日文，错，我直接跟店员讲中文。那我们先出来吧。好，然后的我们先出来，就是好吃的冰淇淋，来吃吃看。香哦，好浓，完全没有加冰的哦，太好喝了。我们现在去金森仓库区，我们在鱼港啊，鱼港旁边。然后等一下，旁边还有一个明治博物馆吧，反正就都在这一区，大家一起逛喽。啊，我看到星巴克嘞。
超多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而且有这种比较大颗一点，可是其实 super 大，也有透明的。一袋不便宜，一袋差不多接近台币六七十块，一袋不多、哦，就只有这样子而已，这样就要六七十块，虽然是大颗。对，比如现在很多特别的，啊，可以在那边挖宝哦，看看什么东西。对，啊，就这一家。来自于小厨师的卤肉是吗？对，好黏哦，各种口味的，喜欢吗？喜欢我们就买一盒。嗯，很好。不是馆，这是以前的邮局哦。现在改了一点，来继续逛街吧。上面有那个大礼仓博物馆哎，这个好。然后那个小熊，嗯，这边有那个小梅，棒棒哎，我去买一个吗？然后就是整个金生仓库区有非常的商品，很多的商品。现在我们要去看百万。啊，这是也是缆车是不是？对，韩馆这边缆车，我们要坐上去吗？好多人哦，好多，他那边一堆有缆车。哇，应该还要再上去吧？缆车要上去了，已经来了。我、哦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那个票还没给奥德给我，帮我拿一下。哇，车子来了，好大一台哦，感觉好像某种太空巴士的感觉。很满。非常满，感觉要坐到靠窗的位置，困难。小朋友不知道吸不吸得到空气。这种进来了。对，我擦干的。这边很大，太大堂了。Therefore,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your tickets in hand. 好啦，我们准备要下去喽，看夜景了。好，这边就是韩馆这边很有名的夜景。真的，有他一个人，他有把我们拍得到吗？我们来过去看吧。好的。哇，整片的，超美的。嗯。阿公。而且今天天气真的不错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有，不是有这个，好美哦！要帮你们俩出去拍照。这边就是韩馆的很知名的夜景哦，超漂亮的。然后这个港湾是我们下午去的那个金生仓库的那个区块，然后那边是另外一个海湾。Okay. 这个时候一定要拍夜拍照哦。对啊，小鱼，妹妹，转过来，一二三，是北海道之旅最后一个景点。就是招式，就是他们的鱼市场，然后这边很多鱼货，然后我们来去逛一逛吧。你看刺身家，好的。这个超大的哦，嗯，然后还有一个海胆，生的。来试试看它的海胆了。哇，这样就一尺了，一尺就很好吃哎！真的很好吃哦，没有腥味，真的不会让你有那种奇怪化学的味道在里面，嗯，而且也不会那个味道很。一二三，姐姐呢？好，走走走，看。这很有趣的是这个海胆干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买回去试试看吧。我买了一个大生蚝生鱼片跟贝壳，他现在要帮我料理了。哦，还有这个超大的北极贝，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。哇，我的贝壳好大，他帮我切一块一块，因为我准备要 BBQ。哦，他还甩一下，脑盐试试看，原味就是，好好吃哦，
有歌版呢。咻咻咻咻。好。很胖哦。拜拜。还有。北海道五日游，感谢没有任何厂商赞助。你们觉得这一次最好玩的是什么？玩雪。不是，我们去那么多行程，你们就是玩雪而已啊。看夜景。行程也是非常好玩的。最后要说什么？拜拜，我们要去 shopping 哦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剩钱吗？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也要把它花掉哦。最后的 shopping 时间就是机场的免税店了，拜拜。